是2009年清水大谷受托为九井根中学和深居中学吹奏乐部联合音乐会所创作的曲子。清水受托时内心感到相当荣耀，脑中便浮现了这个曲名，并以此作为根本做出了曲子，期许能够把音乐的美好传播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来欣赏这下一首曲子。